我靠，那前面的什么 ？Holy shit！ 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放纵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普利亚神话模组，每次都差点念错。好，欢迎来到普利亚神话模组，干嘛复接喽？你想找死是不是？突然从我旁边经过。好，那今天呢这一集呢，我们就准备要去空岛了。好，我们上一集呢，在这个空岛的那个地区呢，放置了一个传送门。待会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前往哈、哦、啊！我那时候有到这个空岛的那个附近周围稍微看了一下，真的太多奇怪的东西出现了，好不好？或许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有看到，也说不定啊。那边到底啊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呢？我们待会就可以用传送门直接传过去了。但是呢，在过去之前，啊，我必须要帮这只神秘的怪物给取个名字。我看到有观众留言哦，我看一下哦。观众留言说，要取什么？我好像只找到一个哎、欸，这个叫做信义大哥啊，李信义大哥，他说呢，可以把这只恶心的生物取名为混沌阔神，嗯，是可以啦，也没有什么不行啦，好不好？既然都被我看到你的留言了，那就叫混沌阔神好了，好吧？混。盾，谁撞我啊？阔神啊，谁这么的啊？这个阔没有办法选字，我有点难过。哦、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变这个阔？母汤母汤。哦、啊，阔神非常好啊，就叫混沌阔神。嗯，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总而言之呢，就叫混沌阔神了，好不好？阿龟，你觉得这名字好不好听？你觉得这个名字好不好听？好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你来来你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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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哎呦，我们的残爪龙又 keep 崩啊？为什么呢？啊，不理他。我们这次应该用一样是我们的施救兽啦，哦，它比较方便操作啊，好，我们依旧是用万用型的，好，然后卡住了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呢，使用我们的传送门哈，然后直接前往那个地区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家伙上一集就想抓你了啊，被我发现了哈，啊，给我躲嘞哈，没关系，先抓再说，然后前面那个，哎呦。哦、为什么他怎么全身充满了毒？来，赏你个痛快！那哇，他晕倒还会喷毒啊，这么毒啊！我来看一下你吃什么东西啊？你该不会跟上一位一样吃石头吧？看来应该不是，大腿肉。哎呦，马上站起来！啊，刚刚还垂头丧气的，现在正冲了血站了起来，注视着你。啊，这个鸟看起来好好笑啊！你看他的头会这样子，又跟以前一样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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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！这个跟以前那只飞龙长得好像啊，就是他的这个模组没有做的非常的完全啊，管得超级负重哎、欸！我们把一些比较轻的，不是比较轻，比较重的东西丢过去啊，可以了吧？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哇，你看。这是什么啊？公鸡龙，还会吐蛇嘞！公鸡蛇龙啊，这个又是一个变种龙了。该怎么说？这个感觉跟那个奇美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不过这只感觉像是一个失败体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失败的实验体。好，我可以这样子讲吧。啊，我们看一下右键是什么？右键是扫尾巴。左键是普通咬击，正常。西键喷毒，哎、欸，不是哦，他的西键就真的很像斗鸡了，用爪子攻击，直接把他抓死了。哦 ，X 键是喷毒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个感觉会很强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血条，哎、欸，怎么不喷呢？有了有了，哦哟。连续伤害还不错哎、欸，走开啊！美格龙在那边闹，我看一下他会不会飞啊？会不会像害鸟一样？不会，他不会飞。
啊，它的翅膀虽然短，但不会飞。我以为会飞。啊，干什么东西？找死你！哦呦，跑超快。好，我们把它带回家。啊，我们先，哎呦，耐力不足，无法跳跃，有点可怜。我们把它耐力用高一点好了。好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这是什么。这个会不会就是要拿来抓那一只生物的啊？就是那个在地上跑很快的那个，感觉像是哈。啊，算了，我不想要去理他了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抓了他应该也不会多强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这次准备要出发了啦，没有在开玩笑的，把他传走才是重点。哎呀，不要乱动啊，洗吧。来来来来来。走了吧。好，这次呢，我们准备要去空岛了、喔。真的，没有在开玩笑，准备要去空岛了。我们走、喔。哦，有了，一阵卡顿，非常好。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。我们接下来可以开始准备看一下周遭到底有什么鬼东西了。哦，你看看，才刚下来一点点而已。哦，我们就看到一个火焰鸟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那只龙。哎、欸，那只龙我们有抓过吗？这只龙我们有没有抓过？这只龙有嘛？对不对？就是可是怎么感觉好像又没抓过的感觉啊？我们上一集抓的那只龙 是比较大只，这只比较小只，是不是？算了，没关系，先不抓它，没有差。我们再看一下周围。哦，那是一般的霸王龙。哇，这边怎么那么多蝙蝠啊？哦，这边好多爪蝠哦，来把我们弄死。哦，那前面这个是什么？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哦，这只应该是高级飞龙吧？这只应该不属于普利亚神话模组的，这应该属于高级飞龙的。来来，我们来赏他一发痛快哦。我们在。远程就可以先把它射下来了，还是说我们要近一点是没问题啊？来来，我们近一点，我们近一点。哦，那边有一只哎、欸，这边各种飞龙哎、欸，有中吗？有了有了 ，easy！ 我前面三头龙，哎，那一只三头龙，我记得我以前有抓出来过哦。那只三头龙我还记得哦，我记得我们有以前有一集三头龙，它有出现过哦。干嘛、啊？你们不要在那边自不量力啊！等一下，我赶快把这弄一弄。完了完了，它是不是要过来了？赶快抓，赶快抓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快点起来啊！快点快点快點！哇，这个要安啊，大哥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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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！三头龙大哥！不要这样子，我那边有一只，我们的飞龙超多的哎、欸！完了完了，我觉得我们三头他在追我们三，他在追我们的龙哥了，撑着点啊，不要咬，不，把你射晕再说。哦，在那边，哇、哦，超大只的啊！我的天啊，这个比我的龙还大只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啊，我顺便连你一起抓了好不好？睡觉嘞。大腿喽！好，哇哇哇哇！一个怒涛，一个怒涛。哎、欸，他把谁吃掉了、啊？这家伙，我们的狼，这个狼把谁吃掉了、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负重890，我跟你讲，上去绝对负重。右键是什么？哇，三倍的吼力，三倍之力。C 键是什么功能 ？C 键是喷火。哇，我不能动，我们那一只被咬了。好了，可以动，可以动了。可恶，我那么多龙，来来来来。啊，射错了 ，I'm sorry。他睡着了。哎、欸，你干什么？有时候你可以这样子闹吗？啊，没关系，这个应该很快就醒来了。干，我居然把他射晕，靠杯。
这边还有一只狼啊，狼哥你想干嘛？啊，咱们今天大丰收，好不好？哎，原来这个不是这样抓的、哦。我们现在连这只也一起带走好了。哎，这是怎样？母的居然有龙奶，是不是？好，快起来。哦，起来了。哦，又生龙奶了，生那么快啊、哦？他们这些高级费用都需要安呢。哇，哎，我觉得这个龙做的其实还蛮细致的，高级飞龙跟官方的应该稍微有所差别啊。一般来讲的话，官方的飞龙它是两只脚站起来的，那它这个高级魔属的这个版本的高级飞龙呢，哦，它的这个两只手在地上的哦，不太一样哎，真的不太一样哎，哎，你到底哪时候起来啊？我们这边实在太多了。哎，我们记得我这边有安嘛？哎有哎，让他上去了，碎哦。然后可不可以让他装一下装备之类的？他不能装装备，攻击力好低哦。喷火，吸剑是那个地震术。哇哦！哇哦！前面又一只，把他弄死！哇，我们今天带好多飞龙回家，好爽哦！哎，前面那一只在干嘛？倒挂金钩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嘿在飞啊！大丰收，今天是个大丰收的日子啊！我们大概就有好多好多龙可以玩了，太好了太好了！这只呢？是什么属性的龙啊？你没看过哎、欸，体型有没有跟我们那只一样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很高兴成为我们的一员。水，过来啊、哦！我觉得我先把他们传回去好不好？太多只其实有点碍眼啊。哎、欸、哎哎哎哎哎，按到了，抱歉抱歉抱歉。来来来，捡起来。好，传回去。我觉得这只比较大只一点。啊，前面两只龙也传回去，我们就留那一只，我们就留那只大只的三头龙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留那只大只的三头龙。这两只应该可以直接传。有走了。啊，那这一只的话。看什么看啦、啊、反正你等一下就会被我抓回来了，不用紧张啦。啊，要被传走了，走好慢哦、喔！这只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只是本来就走这么慢吗？我的天啊，这只负重已经点到，哎呀，那什么？哇，这个酷哦、喔！哎呦，这批很纯哦、喔。这批很纯，这批我可以。那跑去攻击他了，怎么办？好多东西可以玩哦，喜新厌旧了。哇！看一下攻击。哇！吸剑喷火。哇！哦，感觉就是屌哎、欸，好像就没了哎、欸，他就这样子，什么就没了，有点烂烂的感觉。来来来，那一只。那一只是我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你不能死啊！哎、欸，不能死啊！是这只吗？怎么跟我刚刚看的不一样？两种不同的、喔，哇，这有什么鬼啊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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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妈的，好不好？突然这样冲过来，吓死人了！走开哦、喔！这边又一只。通通都给我下去做基金哈！我跟你讲，哎，起来起来了，这叫声好恐怖哦！我靠，这边真的很危险，这什么鬼？好恐怖哦！那我射他的眼睛有没有？这只好屌哦，一只！来，把他杀掉，当成经验值，这样子你才可以点负重啊！说真的，这个叫声并不是非常的美丽啊，我觉得不怎么好听，有点吵。
哇，好酷哦！哎呦呀，破图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还可以破成这个样子。啊，我帮你回一下血，我帮你回一下血，回血回血。啊，我们回血枪不错。那我刚刚那边还有很多双栖飞龙种的妖许我，这只是哪一颗哪一个哪一系的？这么屌！欸、我肚子饿了、哦。好，先吃一下。我帮他回一下血。来来来，我们晚一点有机会再去抓啦，现在先不急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只。哦，这只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。那个什么异形里面的那个什么终极战士有没有？没有戴上头盔的终极战士哦，飞扑呢哦，哇、哦！右键是连续打三下，西键。他说什么？没有什么能力，没有 mana 是不是？我给你 mana， 我刚刚把 mana 拉过来了嘛？没有 mana， 我给你。啊，不是这个、哦。不然你要什么讲啊？他到底要什么东西啊？该不会要石头或是金属之类的吧？我真的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哎、欸。马吉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施救兽召唤过来，他身上应该有他要的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嗯，会不会是这个、啊、黑魔法？嗯，啊，这是什么元素矿石？也是拿来用看看好了。啊，因为老头看不太懂英文啊，所以说全部都试试看。也有可能要石头，会不会？啊，还是说要金属锭？啊，还是什么？我这边是没有金属啊。有啦，30个够不够？啊，都丢了，都丢了，就看你什么样反应了。看来也是没有、哦、元素矿石，嗯，也不是哦，好吧，我投降啊！看来全部他都不想要啊！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。好啦，这只三头龙带回家啦，先拉回去好了，觉得碍眼。哎、欸，你应该也要回去才对啊！我们还有几只需要抓一下呢，好不好？你也回家，不要跟来。哦，大丰收！我们再看一只好了，我们今天再抓一只，抓完一只就回家。哦，就是刚刚前面那只龙，我嘞，这边也太乱了吧，感觉不得靠近啊，打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我们刚刚这边不是有一只还蛮丢的吗？怎么不见了？这什么情形？哇，人类在打斗啊！哇哦，这喷什么东西？哇哦，闪电飞龙，高级闪电飞龙，这不是我要的。我靠，那前面那什么 ？Holy shit！ Holy shit！Holy shit， 多少血啊？你没有显示血量，一万八的血量，打我痛不痛？我看一下，来打我啊！哦，306 ，Oh my god， 这可不可以抓、啊？哦呦，不要！啊，这又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你们两位，啊，这个世界太可怕啦！我们看一下这可不可以抓、啊？他是 boss 啊，他写雄性，但是不能抓，杀了他。行呢，我们用俯冲的能力攻击他。哦，好像有点没办法做到，算了，慢慢咬吧，咬死好了。我靠，打我有点痛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我没在开玩笑，打我有点痛。我靠，这什么鬼东西啊 ？Oh my god！他在回血啊！我这个角度实在非常不好，对他做伤害，会不会晕？不会晕。好，
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呀！撑住，撑住！我觉得我们赢定了，我们会赢，我们会赢，相信自己。哇，前面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看哦。不过我们时间有限哈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先把它弄死，看会打到什么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拿到什么上古神器？我被他声音吓到了，说真的，老实说，我被吓到了。怎样？上古神器？然后呢？还有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你给的东西会不会太烂了点啊？哪里过来？你到底给我什么了？还是在他身上？我们看一下身上有什么。干，身上什么没有？空的。啊，不是很强。啊，不是很厉害。啊，不是很强。哦，终于可以出来了。先不要攻击哈。烧烧烧！哇哇，有点强啊他们。哎，我这只龙要死了，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！啊，我的龙死掉了。哇！我们来试试看，有什么部位你还可以碰？时装的部分应该是没有了啦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。这一只应该是水龙。我靠，这个是水还是冰啊？我的天啊！哎，它可以双载哎！我现在发现这个鞍可以载两个人呢。有没有看后面后座还有一个位置？这是高级飞龙模组啊！哦，地震术 ，AK 键没功能，点一下攻击力好了。不然到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。喷！哦哟，深蓝色的火焰伤害，好行。我到时候真的要帮我们做一下队伍的排列，然后周围盖个城墙，以防万一。OK， 再来。我们好像还有一只飞龙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稍微看一下。今天带的东西不少啊！哎，那只飞龙去哪里啦？我们还有一只飞龙呢，啊，在这里。这个小淘气，来装一下，再装一下。哦耶！点点点。哦，攻击点高一点啊，不然容易死啊！呜呼！这只是属于毒属性的飞龙啊 ！C 键应该，哎，它的 C 键是怒吼哦，没有任何功能。这只就比较单纯一点呢。哦，可以释放毒液，晕眩敌人。好，大概这个功能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到底是谁又在咬我们家的人啊？这是咬什么东西啊？好吧。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，时间已经不早了哦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这是说真的啦，还有三分之二、三分之三，然后前面那是冲山小，什么又有奇怪东西啊？好，你明天就是我新的猎物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哈那个哈比鸟，哎呦，你长得也太恐怖了吧，这么恐怖的生物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一集再抓，好不好？真的要结束了，不然的话实在时间太长了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，不是有机会，我每次都讲有机会。总而言之，下一集我们再见面了，拜拜。